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这是第二个为大家测试的稀有神加倍，他是说稀有神，虽然搭几不是稀的，那不重要。重点是我们来测试抽卡。好，这个是一样是一周年的庆祝。好，刚刚账号一抽到了一只小白虎。哦，这个有白金哦。现在是3:18。我的阿提密斯第三只。可以看到我的头像哈，对，很好，没关系。通常白金会属于连发的状态，不过那个地方抽好像跟这个地方抽不太一样。这个按照惯例，我还是会先抽一张有抽。哦，这个我希望它也是小魔女啊，是幽狼，不是很好的现象。抽吧。来吧，果然，叮，一灯，很悲剧的这个账号，它是那个，就是这么讲，只有打九用而已，因为这个账号一直以来抽都不是抽到，抽卡不是很好，叮，看到上面的讯息嘛，大家也开始在抽了，有没有？来吧，来吧！这个账号已经三阿体了，我是三阿体，哇靠！看到这样，我实在有点抽不下去了，光蛋。嘿，然后现在有看到我们组员有人提到他21抽4稀有了，我几抽我已经忘记了，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都是属于没有白金的状态了，非常好。啊，这个我们有人要转一下这个库眼，看一下看一下，看我现在几抽了，1、2、1、2、3、4、5、6抽，OK， 再来吧。第七抽，其实，我正想要讲说，我并抱持着很大希望。我刚好去看了一下包包，这个运可能稍微改了一下啊，不错 ，OK， 这还不错。酋长，啊，这个多了一个可以练木的那个角色了。通常白金就会连发了哈，这个是正常的状况。但是是不是好卡不晓得。很难讲。叮哦，不错哦，酋长二号。好了，这一次的抽已经就是可以接受了。对，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的妖狐的出现，这样是吧？来吧。酋长怎么一直来啊？乌拉拉，乌拉拉。我存了那么多颗石头，就是为了今天呢。叮，来吧！啊巴拉巴拉巴拉布拉，海龙不错，这是个好现象。虽然说我用不到它，当这个海龙出现，这就是个好。我本来是要说好现象。怎么变成一个好巨象啊？啊，是怎样？来吧，维尔丹蒂，come on！一灯，突然会先想到我包包会不会爆啊？没有先整理包包，忘记了。其实现在没有看到白金的话是无感的，你知道吗？
目前抽的都是千年比较有用，海龙就 没有什么感觉。银卡连发、欸，妹子我全套了的。来吧，这时候依照刚刚的往例，这样我们要看一下我现在那个这个包包的状况。我几抽了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抽，十七抽。就是看一下包包，改一下这个扣一样。来吧，还是银卡。我还有六抽，对 ，OK， 好吧，目前已经呈现放弃的状态了。什么鬼啊？是怎样？什么鬼？看一下，我已经几抽烂卡了，哼！我妹子一二三，四个妹子。好吧，有抽再乱录一下。好，小魔女，这是个好现象。每次看到小魔女抽卡，感觉都比较舒服一点。哦，有舒服哦，舒服，舒服。舒服，再舒服一下。非常没有用的一个角色，非常没有用，基本上就是放包包给好看的那种。来吧，最后两抽，好了，也不用这么改不改运，直接一直抽就对了。来吧，目前呈现放弃状态。已经就是有点灰心丧志的感觉了，把那个全部抽光光了，没有？这个最后一张眯一下，哦，好像是金卡，哎，好像是白金，放喽，我放喽，我放喽，我真的放喽，我放下我的感情了，来一张妲己吧，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账号二也测试完成，这个是非常悲剧的一个账号。之后两、欸、应该说千年有用嘛，海龙结束。哦，这张是属于用不到的，不是说它没有用，因为我用不到。对，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好，谢谢各位的观赏，账号二测试完成，拜拜。